大家先把手放下来好了。老师手艺，老师手艺。那老师还想说什么嘞？老师说，把眼睛闭上。好，再看来。哎 ，QQ 不可以这样哦，你来跟着玩哦。好，老师说把眼睛睁开来。老师说，把乌鸦围住，快，把乌鸦围住，快，快。好，哎，你好慢哦，你不可以这样哦。老师。都蛮听话的，都蛮会听老师说话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各小队剩几个人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小队剩几个人？哦，第三小队不要难过，其他三队都加油哦。